monsters lurking in the alley. 四海兄弟三黑帮对决是以家计游戏《四海兄弟三》为世界背景的 RPG 游戏。玩家可以建立帮派，占领地盘，进行任务战斗时是采用回合制方式来进行。面对火力强大的敌人，记得观察他们的属性，在属性相克的状况下打出暴击，让你轻松解决这些小喽啰。除了进行一般任务来努力扩张帮派势力之外，跟其他玩家的帮派进行战斗，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哦。